家好，我叫杜雨婷，来自吉林长春，我今年21岁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，我没有爱情宣言，我是李洋洋的女朋友。哇，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呢？就是今天你俩牵手了，你就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就是我现在就是他的女朋友。什么姑娘？我现在就是他的女朋友，我俩现在是处2个多月。嗯，既然我敢说这话，指定是我指定是对我俩都负责。好，因为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感觉就是彼此还不是那么了解，我现在感觉就是我俩也接触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感觉就是他就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那个人。